大家好，我是李连杰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一个家，一个能够跟孩子一起成长、安定健康的生活环境。但是在亚洲，还有近5亿的人生活在贫民窟里面，那么遇到自然灾害其实非常的不安全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家是一个有爱的地方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。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人人家园的建设，我也非常希望所有的朋友能跟我一起5月12号到广东见。